2006年的国际天文学大会上，一则重磅新闻轰动了全世界，九大行星正式改为八大行星，冥王星被降级为矮行星。对于冥王星被行星行列扫地出门的消息，很多科学家一直不服。三年前，新视野号探测器路过冥王星，又给这些科学家们帮冥王星翻盘提供了契机。当新视野号把冥王星的图片传回地球，并公布在全世界面前时，这些科学家也坐不住了。他们仔细观察了冥王星的表面，发现那里的很多地质特征和我们熟悉的行星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，如冰山、氮气冰川、烟雾弥漫的蓝天。目前行星的官方定义就是由天文学家在2006年的大会上提出的，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：一、必须是围绕恒星运转的天体；二、质量必须足够大，来克服不吸引力以达到流子静力平衡的形状近于球体；三、必须清除轨道附近区域，公转轨道范围内不能有比它更大的天体。但是对于这个定义，很多科学家是并不服气的，他们认为这样的定义方式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出一颗行星。事实上，在那届天文学大会上，只有很少的天文学家在最后参与了规范行星定义的会议。粗略统计，全世界天文学家中只有 4% 当时在场，因此还有许多人表示不服气。同时，这些科学家还给出了一个更牛的理由：太阳被定义为保矮星，但也还是归类为恒星，凭什么冥王星被定义为矮行星就不是行星了呢？我猜我无言以对，估计冥王星也受不了了，是不是行星给个准信行不行，别在这折腾我了。大家认为冥王星到底该不该重归行星行列呢？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